照啊，这卡都滚扛滚烤老老老卡，懂烤烤烤烤不到。我们蓝猫剧组啊，在石家庄表演的时候，我问小朋友们：“小朋友们，谁愿意跟我来学一句蓝猫说话呀？”哇！突然从人群里面钻出来一个光头，我一把就把他抱了起来，问。你叫什么名字呀？他告诉我，他叫吴克，今年5岁啦。哇！我竖着大拇指说："我是超未来猫。"结果他也说了一句："我是超未来猫。"哇，学得特别像耶！哦，特别好笑！这个。立月的开场白实在太长了啊！他的开场白怎么弄到1分钟去啊？结果做了惩罚，他就自然的这个掉线了，掉线了。掉所线以啊，受到惩罚。欢迎大家今天又来收看我们的多人生存的这个这地图叫做搁浅的第几集啊？第四集吧。第四集。好了，然后上一集呢都是卡卡在乱搞，他自己造了这一间东西，然后很多人不发出了不满的声音，是不是？对，所以我现在就把它烧了，来烧了，他应该需要自己要反省一下。然后还有人希望我把他的这个家给炸掉，但是我想我们还是以德报怨的心态，好不好？所以我就不准备把他的家给炸掉。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餐桌，过来。然后李野的开场白就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偶像是吴克的样子吧？对，是狗屁。好，这个矿车呢，这个椅子现在是拉开状态。我要吃饭的话就这样。他就可以吃到蘑菇了。来，客官要个水吗？来，我给你。这么用啥？你们不要不讲话好吗？我很尴尬。了起来。好了，你们够了。是一个活动的座椅，可以往前，也可以往后的，是的，非常的方便。然后大家可以看，小李的家已经改了，改我的家改过了改啊！哦，原木的，边边条条变成原木，然后里面呢，这下面多了一个火把，是的，怎么用的？照明。好了，那我们今天的目标，简单来说呢，就是三个。第一个就是制作所有颜色的羊毛出来，那总共所有颜色羊毛一共是16种颜色啊，还有就是制作一个图书馆，要还有很多的书柜，你也又掉线了，有很多书柜的图书馆，然后很多书柜的话，基本上我们这边目前就只有9个书柜，因为我们杀牛，然后取得的羊那个羊皮牛皮，杀牛为什么得到羊皮？杀牛都羊皮，杀牛的牛皮，那个牛皮。基本上我们只得到这些，那这个9个就算很多了，好不好？我们就当做9个就算很多了。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一个自动甘蔗田，自动收割的甘蔗田，是的，就这3个，我们今天的目标。好，那我就先来做这个羊毛吧。羊毛就等一下，我先杀点牛。我拿走了祥林他私藏的小麦之中的一组，耶。他私藏了几乎3组，然后现在只剩一组加一个帅气哦，这个不错。请不要这样黑我。耶。这个羊毛一制作出来之后就是白色的，所以不需要再染色了。话说羊毛制作出来我们有什么用？这么多颜色的。啊，就是成就而已啊，成就而已。把它摆出来嘛，当装饰。不如用于我的地毯好了。哈哈，我想打你，可以吗？我可以打你吗？你好过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十五。OK。OK， 我要去染色了。啊！我们的甘蔗我都几乎找不到了，怎么办？啊？对啊，甘蔗几乎都会变成纸了，好像。好。我现在无聊到只能去收农作物，混蛋。我也很无聊，好吗？我的造书柜啊。好吧。你那边还有多少个牛皮啊？正好一个书架，然后还多一本书出来。好吧。哦，对，给。介绍一下我们的澡堂，对吧？澡堂，操，
射球在我的右边而已，在我的右边而已。射球。OK， 总共16种颜色，耶、yeah, ，全部完成。要把它排出来吗？耶、yeah, ，好累啊！放到我家，排出来太累了。放到我家，放到我家。诺诺，我要把你给 Q 了。我们把它清一色排出来好了。哎、欸，不，哎、欸、哎，想想想想，不如把这条换成五颜六色的。什么东西？对，这个拉，这个绳索。算了吧，一二三四五六一，这边六个，加旁边的太丑了，十二个而已。对啊，咱们弄一排东西的话，对，就这样摆好了。就这样，直接就摆一排出来了。摆到这边吧。对啊。直接摆这。你摆个彩虹色的吧，好的。不用啊。你这个，你有点不协调。你也强迫症的，你也强迫症这样。好，哎，但是我没你严重。你的强迫症，这个怎么每一个玩 MC 的人都有强迫症？其实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有点强迫症的嘛，对不对？对、啊。废话。哎，比如说我走路走几步啊，要跳一下。真是有病。你是说你一般在路上走路的时候、oh, 走没几步就跳一下吗？对啊，然后我还有一种很奇怪的病，你们懂吗？就是一个，我比如说昨天吧看的那个进击的巨人啊，然后就是艾伦被兵长给打那一段，我就替他感到疼。嗯，真的，一看到电视剧或者动漫上面有人被打，我就会替他们感到疼，不知道这是什么病。这个你要去问一下你的医生了，你的医生。吴克医生。他得了什么病啊？为什么都是吴克？应该是某种精神病吧？某种对，某种妄想症的这种精神疾病。你们够了，不要黑我。就算是1.6米也很可爱。这个黑羊毛哦，好吧，我是被帮忙，对不起，我刚刚什么都没有讲。然后你为什么这样垫起来呢？自动收割甘蔗田。来，我再添加一个颜色，釉色，耶、yeah ！恶心，滚出，滚出！好了，16种颜色都有了。这样摆起来，还是蛮好看的。你的又掉线了，就他掉了之后，只有一个斧头在这。他为什么留一个斧头在这边，然后自己掉线了？这边是为什么？等一下，你不要，我不要吐槽我。好了，快点吧。好奇怪掉线方式。另外就是哦，那个图书馆，图书馆的，我有十个书柜了，你刚有丢给我一个啊？嗯？李野啊，李野跑去哪里了？李野在这边。耶、yeah, 哦！你刚好丢给我一个图书那个书柜啊？对，有。好吧，刚刚做的书柜，图书馆就照在城里面吧。图书馆谁照？我照。嗯哼。我觉得现在我已经有很严重的一个中二病了，谁来救救我？什么病？中二病。中二病是什么？好害怕，好紧张，而且还有点想死。请问什么是中二病？就是老是幻想自己是动漫里面的一个人物。中，好吧，我听不明白。就是老把自己幻想成动漫里面的角色，懂吗？好像这个就是妄想症吧，是不是？那是。卡卡什么时候变成医生了？你们有药吗？喂，你有药吗？图书馆要不要进在这边这个空、中间这个空格这边啊？哎，图书馆要不要进在这边、啊？就进在这里就好了。啊，就进在这里吧。小这个好漂亮，我突然觉得这个好漂亮。嗯，掐指一算，你的命已活不长，所以药已经没用了。耶、yeah ！滚出！好像卡卡也差不多了。滚蛋！哦天啊，这样看起来真的好漂亮。我看一下门，我有门，我有，不用做了。我家大门窗打开。OK。哒哒哒哒哒哒。
爱情不过是一种莫名的东普通的东西，有什么了不起？哎，不对，混蛋，你不唱啊，混蛋！来，我来唱。爱情不过是一种普通的玩意，一点也不稀奇。男人不过是一点小钱的东西，有什么了不起？衡量要用原木啊。什么叫情？什么叫义？还不是打着自己骗自己？什么叫痴？什么叫迷？简直是男的女的在作戏，噔噔噔！欢迎大家来到欢迎大家来到卡卡以及精神病院李野的声乐教室。对，声乐教室真的能称得上是一种教室吗？可以啊，欢迎来到李野老师的欢迎来到尖下巴李野老师的跑酷课堂哟！哎，其实我真的打算弄一个这门课。你不是吧？三四五，然后就邀请你们两个跑酷渣来当学员怎么样？不要挡我，不要挡我。确定不是附魔台吗？不用了，附魔台不用放在这边了，这里又不是附魔室，这里是图书室，好不好？这里是图书馆，不是附魔台，好不好？没有桌子啊，没有桌子啊，这地板好丑。图书馆，我换个地板，换个地板，换个地板。这没有地板，又没有桌子的，我们只能坐在地板上看书。我们就把这边的书，我们就把这边的书拿回自己家就好了。我出不去了，翻不了了啦，这里。哇！不要把我乱 TP 啊！我只是想开一个口方门，然后你就掉进去。哦，笑死了。好吧，要一点通风的。OK， 所以我们一瞬间就达成了两个成就了，比卡卡造房子还要卡卡造房子还快。玻璃，对啊，卡卡那个房子漏爆了。混蛋，不要出招啊！漏爆了，不然我用 TNT 把我房子炸爆。炸吧。然后直接睡图书馆。不，我要当图书守门员。等一下，我先把我的床给撸掉。要在墓地里面睡觉吗？你要睡到图书馆里面啊？对。无聊。我建议你去安德斯世界睡一下觉。说。会不会整个世界都要爆炸了？这个不错，这个想法太棒了。好了，这个我真的是聪明人。哎呦，这个才是我，这个才是我的房间。你们各位观众，你们都要不要怀疑，这才是我的房间，这才是我的房间，好不好？这样我们要怎么拿书啊？我们要怎么拿书？那这边那这边就我住，赛琪，呸，这边是夜店，这边是夜店来的，不要怀疑。夜店楼上是包厢。对，我们当时只是为了大家的着想，然后就造了一个夜店，回到夜店不是我的房间，混蛋，不要吐槽，混蛋。咱们要不要调一下晚上，然后让我来跳一下？不需要，不需要了。我们把最后一个做出来。甘蔗田，对吧？甘蔗田，甘蔗自动收割，甘蔗田。对，其实自动收割，我们只要用水，再用一个火板门，不就搞定了？火板门，把水放在火板门的上面，然后再把火板门打开，水就流，水流不下来。好，对不起，我说错了。那我们就。好吧，还是用活塞吧。那用到活塞吧。你们弱爆了。活塞可以。红石大师李野。对，红石大师李野大神，李野大战神。来，再给我一把时间干嘛？你够了。我想打你可以吗？现在好像坏掉了。打你可以吗？我想打你可以吗？怎么有红石当然有红石啊。那我被我拿走啦。我们挖矿挖了那么久。好吧，我们就交给红石大师李野吧。耶，帅气哦。
你们啥也没看见，你们啥也没看见，你们啥也没看见耶、yeah！我们的石头是不是？你干什么？你私藏了什么东西？耶、yeah ！他私藏了钻石，一定的。甘蔗的话，你那边有吗？七个钻石，我收了。嗯，甘蔗直接去弄弄，直接去我们的甘蔗田收不就好了？对，甘蔗有，甘蔗有。那就直接交给李野了，交给李野，然后，对他好像已经收了。好久没用过钻石剑 ，Yeah， 哇哇，疯了！你该吃药了。什么叫真的？什么叫耶？孩子该吃药了。我掐指一算，我的时间也不长了，怎么办？What the fuck？ 我能把你痛扁一顿吗？哪一国语言啊？捅滚磕，捅牢牢磕磕。对他最近粤语说多了，啊呸！他最近泰语说多了，已经越南语、泰语。他那个，他最近那个泰语说多了，已经有点有点那个了。哎，萨瓦迪卡。好吧，李爷，你什么时候开始动作？我现在正在弄啊，我就跟着你，摄影机要好好的帮你照好，照他屁股就好。你靠！卡卡好变态啊！好变态啊！来，哎，拍。这个叫午夜党综合症，知道吗？午夜党综合症。是不是看苍老师看多了？混蛋！我要报内部混蛋，不然他们要向我问种子了，混蛋！你们这群……哎，对，我该在哪里找？我在哪里找比较？这边吧，然后这边的这一个树林就好吧，就留他一个人在那边吧。这边的树砍掉一部分啊，不用砍，不用砍，不用砍，就我知道怎么找了。哪里？耶，南极哦，不，手机把这个水给倒起来，帅气，帅气，帅气！我笑，我本来是切到人家泥土的，怎么倒？倒泥土。哎，容我先吃个面包。你也怎么就是这个？好烦！你怎么又好烦？你好烦！你为什么又要放水？不知道，我这个手，我这个帽子出啊，卡住那个。李野农啊！你要干嘛？等一下，我这个惨了，李野不是我这边。你也不但有妄想症，他还有一个那个手脑协调师什么什么。你去死啊！我重启一下，有重启一下，不要。手脑协调的那个障碍啊，手脑协调障碍症加妄想症。我可以。这都是跟吴克学的。哦，还有吴克妄想症，还有吴克妄想症。对，你们够了，别黑我了。好，没有，不会有了。好，爽，帅气，这个不错。我要哭了。快点，快点弄起来。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嗨，大番薯你好，大番薯。好，哎，帅气。真的很像大番薯的，里面来一个，对啊，够了，哎，请不要欺负我这个没有看过老夫子的人。那你可以看一下，你可以去看一下。众所周知，我的童年是天线宝宝，你们懂吗？哦，那你的童年好悲惨。老夫子还有一个秦先生啊，秦先生，秦先生跟赵先生，对赵先生，然后还有老赵，老赵一直跟老夫子是那个仇家，
对啊，把我卡住了。还有一个陈小姐不是吗？但是请不要在现在的现在这么紧张的时刻讨论有关童年的东西。我已经在哪里紧张了？就是我们这。不行了，看来你们已经被我传染了，该吃药了。爹，你那边的药就丢给我们吧。你哎，正好两罐。你传药是用 RC 传的？正好两罐药，来。YY 传的。干嘛？你传药是用 RC 传还是用 YY 传呢？请问？我是用 Q。QQ 传哦，扫打。我可以打人吗？对不起，他们两个头脑最近有点脑子进水了。盒子进水已经进蛋了，好吧？脑子破洞了，好吧？李野，你现在还需要什么？我会全部都。我需要你们两个安静一下。我全部的资源都会给你的，因为我们全部资源都丢在那边的箱子里了，所以你就自己拿吧。有人讲跟没讲一样，你要把活塞都放在这上面是吗？对啊，我需要你们安静一下，然后不然我会有点尴尬的。然后他会直接把它全部都推下来，就这样，好简单啊。哦，扫嘎，哇！哎，但是你这样的话，不是红石接不了，激活不了他们？可以啊。你觉得会不行吗？当然可以啊。只要不放中继器，一切都可以了。帅气哟、哦，拉杆啊，有帅气。萨瓦迪卡，不行，他又来了。也又再一次发神经了。如何农耕？混蛋！如何自动农耕教学？哎，没有啊。你在坑我吗？都说这样不行，混蛋。李爷，你是红石大战神啊，混蛋！红石大战神是怎么回事？这是什么东西？我知道了，我知道该怎么利用红石来战斗。红石要怎么战斗？我说红石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合成红石，快拍死你！这样的话，哎呦，帅气哦！但是第二个呢？我爱你，只能两个混蛋。哦，我知道了。是用一个半砖吧？哎，一口血喷出来。是用一个半砖？不用啊，我们只要这样就好，我们只要把这个打掉，然后这边不要种东西就可以。你这太奇怪了吧，混蛋！不行，这个还要用烧的石头，烦呐、啊！中继器，中继器大妈，不要再来烦我了，你懂的。李野大战神，我要哭了，还要这边烧中继器。我现在在测试服的稳定情况。一会儿想你就卡尿了，我跟你讲。不会啊，我很正常的，我很正常。哇！谁又被谁干？谁那边一直有敲门的声音出来？好吧，我敲门。我扣扣。啊！不要当作扣扣，当作所有扣扣。不小心就没一扣扣。扣扣，用力打出扣扣，花掉所有扣扣，也买不到绝活。耶耶耶耶耶，扣扣，该吃药了。扣扣，不小心就买一扣扣。想起你比较喜感这伸缩的东西吗？一声一说，一声一说。老感觉你们在讨论什么变态的东西，还是不要？哎呀，我不知道卡卡他在说什么，怎么办？
对啊，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对吧？为什么李野会知道？哎呀，帅气哦，这个真帅气。为什么李野会知道卡卡在说什么的？我跟他是一星球的人呢。好吧。我们都来自 M 七八星云，对吧？M78星云。怎么了？是什么？你是超人？是奥特曼？啊、你是超人妈妈吗？不是奥特之母。超人。不行，我怎么可能说出这种话？简直变态！呸，什么变态？已经丧心病狂了好吗？我是奥凸曼啊，我是奥凸曼。你够。凸肚脐，凸肚脐。监管我。杠杠我。杠杠的。我们能不能做一个按钮啊？这个帅气。一个按钮就好了。请不要为难我，我的智商有点耶，我的控制桌底，智商有点桌底。现在他从大番薯变成了小木偶了。你们在干嘛，到底？你们在说什么？啊！粉蛋，这哪是小木偶啊？这小木偶是身长，好不好？木鼻子很长啊。就是，你就是。某个部位的某个东西，我的，这不是鼻子吗？这个部位是鼻子啊！啊，这个、部位是鼻子啊！不是，木偶不是身长。你们到底在干嘛？你们在干嘛？不要教坏大家！你们在干嘛？在干嘛？他们两个疯了，他们两个被我传染了，你也是那边。天啊，我不能直视，你也不要看，你也不要看。神经病！我知道你们把那个，我知道你们把那个杆杆插在哪里了。你们这群粉蛋太变态了！惨了，自己怎么播上去，混蛋？你们太恶心了，整盒都不知道。你们好恶心！好，可以了，来试一下。吓到！你们炒鸡恶心的，懂吗？哦，好，现在玩脱了，卡卡玩脱了。啊！快走，快走！哎呀，快走，快走，快走！不行，他患病多年，需要治疗了，怎么办？卡卡，你为什么要放弃治疗？你又想让我插？哎，怎么说？哎，不记得了，不记得了。叉子一算啊的。啊！你们谁用的这个？谁用的这个？好丑。什么？谁用的这个？谁用的项目材？我。好难看。本大战神。只要看材质包好不好？难看不难看要看材质包的。我们可以用两种啊，你看一下。哎，杆杆捡走了。我们用杆杆也行，杆杆的嘛。你够。我能殴打你吗？耶、yeah。哎，最近是不是有点作死？给杆杆我，给杆杆我，给杆杆我，快快快快快快！快！死也不给。不，你快点过来，快点过来，快点过来！你不会自己制作？哇，那我你为什么要放弃治疗？过来，我们玩。你为什么要放弃治疗？我知道精力有限，但是你没有必要这样吧？过来，你也过来，快！走了，迅速了。对不起，我有治疗过，所以说你不要逼我。最近卡卡他的压力太大了，快点！现在大家就忍受一下，卡卡他的压力这么大，就我们来玩你画我猜。滚出！不是，不行，我对那个游戏有阴影。快点啊！李野，你在干嘛？不要闹，不要闹，说正事。不要，我对那个游戏有阴影。不是这个问题啊！过来这。等一下，我收东西。快点啦！真是的，哎，我不搞，哎，这没激情。没激情，为什么要有激情？你要做什么奇怪的东西？
来，过来，过来，过来，我们猜猜一猜。不行，我不要理他。因为城堡的门口要有一些那个啊。啊，要我。城堡的门口要有一些啊花啊草的杂草，感觉像废弃多年的。对啊，没关系啊，反正我们前面都有一个一片这么良好的农田的，对不对？现在我们的自动甘蔗收割机啊、也完成了，也完成了。你们过来看一下，这个叫啥？我可以不要猜吗？怎么？这是一个人名，好不好？这是一个人名。对，这是一个人名，这是一个人名，这是一个人名，叫做卡卡，这是一个人名，卡卡，我看不懂，看不懂，哦，动物后面的那是什么？尾巴，就算了，哦，我知道了，混蛋，这都不知道，这叫礼炮，我猜，哎。我们可以在 AMC 里面找一个你画我猜耶、yeah。好了，那这样子我们这一集要做的三个东西都做完了，好快啊！嗯，对啊，比卡卡弄他的房子还快，就完成了三个成就，快多了。图书馆还有十六种颜色的羊毛，我想我真的要把我房子烧掉才行，哎我。我已经变成不行，这个不哎不对，大家请纠正一下，这个是我们的夜店，对，请纠正一下，请纠正好吗？夜店，对吧？所以我们这一集要在这里结束了，三十分钟，嗯，不要三十分钟呗，上次太长了嘛，这次短一点啊，对啊，这样，而且我们不是要打梦影龙吗？我们要完成的成就都差不多了，然后。那个北方的村庄那边其实他有留一个堡垒，然后那个堡垒的里面有一个末影龙，传送到末影龙那边的一个那个叫做末影门，有一个末影门在那边，然后我们可以传送去打末影龙，所以我们是把羊毛捡走哦，没有，这一季看来应该也是快要结束啦，就是我们最后去打个末影龙然后就结束了这样子。对，我要拍一下照，这个太漂亮了，这个羊毛，我们这样的装备去打会不会有点捉急啊？简直找死啊！所以我们要加强一下，我们那个加强一下之后再过去就可以了。嗯，所以我们这一集我们这一集就先到这里结束吧。好、啊，我猜情不过是一种普通的玩意，一点也不稀奇。好，感谢大家收看卡卡跟李野的双人啊合身。双人合身实况，我们这一集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打完的卡，拜拜，神经病，他们两个疯了。